你知道那个便利商店不是有卖那个巧克力榛果吗？然后我刚刚把巧克力舔掉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是什么你喜欢的男生条件？180最好，我笑起来很可爱之类的，或坏坏的。你的偶像是谁 ？CN Blue。我喜欢柯震东。听说你很会扮鬼脸，做几个来看看吧。真冷啊！哇塞，好赞赞！那你家里有哪些人？我家有哥哥跟姐姐，妈妈过世，然后爸爸在。可以告诉我们你最爱的人是谁吗？妈妈过世之后就不会出去玩啊，也不太会聊天啊。给我们看看你小时候的样子嘛。他还是个很喜欢拍照的，然后我小时候的照片有很多很多。卡哇伊，你跟妈妈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啊？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吧，然后就是去金石堂，然后妈妈就是带300块去要买书，这样她就是看好，今天拿着要去结账，然后那时候就在结账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只羊的娃娃，然后我就一直盯着他看，然后我一直摸，然后觉得很可爱，然后他就可能看到我想要，他就把他的书放回去，然后就买了我喜欢的那只娃娃，然后那只娃娃现在就是我每天都会放在旁边睡觉。好感动哦！那妈妈过世的时候，你一定很伤心喽。他从医院然后被抬回家里这样子，然后后来就是好像就快不行了，说他好像已经不太能说话，就没什么力气了。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啊，好难过啊。不哭秀秀，不然我们换个话题好了。你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支啊？应该是，就我骗我同学吃那个榛果吧。榛果超好吃，给你吃。两颗一起。吃进去啊？有什么特别味道吗？你知道那个便利商店不是有卖那个巧克力榛果吗？然后我刚刚把巧克力舔掉。你为什么喜欢搞笑影片呢？正面只有好笑的事情，就心情就会比较快乐。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他能看我的影片，就是对他们来说，他觉得他自己原本不开心，可是看我影片能开心这样。江佩仪，那你觉得自己是美女吗？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不是漂亮，很那种漂亮女生，但是我就是要跟别人说我就是漂亮怎样。好吧，我问完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就是女神。